我们义结金兰，结伴同行。即日起，我们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姐妹之间，除了男人，什么都可以分享。对，姐姐说的都对。不过秦尚城的妻子也已经坠崖而亡。师父不便露面，让我来。要怨也只能怨你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女人。看在你治过我眼睛的份上，我这次不杀你。圣剑就在我身上，你要是个男人，你凭自己本事来拿。但你若再敢碰蓉儿一根汗毛，我绝对宰了。